迎再回到1230情报现场。我们今天要为各位进行的节目是畅销作家戴承志老师他的心路历程哈。那其实戴老师最专长就是口传跟沟通哈。那么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困难，因为常常人跟人心情不好，关系不好，就弄得很不愉快。有的时候父母跟小孩，有的时候男女朋友之间，有的时候是上司跟部署之间。你要不要谈一下哈？因为最早我们读你的书其实就是跟沟通有关的书，你觉得人跟人之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人都站在自己的角色来看事情啊，所以我演讲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常常会问个学生一个问题，你现在看到什么东西啊？你看到什么？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啊，所以有人说看到一只手啊，看到五长短不齐啊，有人看到打招呼啊 ，say hello 啊，有人看到我的手心，对不对？看我感情线比较短一点，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手心，可是呢，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手背。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个神经病王八蛋每次跟我吵。可是呢，你知道吗？对方也那么觉得，那个神经病王八蛋每次跟我吵，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站在自己的角色角度来看事情，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看到是什么是真理，我绝对是对的。可是你知道吗？对方也觉得我绝对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两个角度是不一样，大家都看到自己看见的那一面而已。所以呢，强势的建议是种攻击啊。很多人对这句话很有感触，强势的建议是种攻击。即使我们出发点是良善的，是好意的，可是讲话太强势的话，别人就会受伤害。对，他会觉得，哎呀，我认同你的看法，可是我不喜欢你讲话的口气；我赞成你的意见，可是我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所以那种口气跟态度，如何更多的委婉，更多同理心，更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免得以为自己绝对是对的，没有想到人家看到也是对的。好，那我也再请教一下，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刚刚手心手背啊，你看到手背，他看到手心，所以大家的虽然同样是手啊，看到的是两面啊。那刚刚也特别戴老师有提到一点，我也觉得很特别感觉到的，就是很多人都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认为是最严重、天下最麻烦的事，好像会觉得比较自怜。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啊，自己碰到是比较痛苦了，就觉得哎呀，我真老天怎么对我这样子？可是呢，有时候会带孩子去看一些孤儿院啊，甚至看看急诊室的一些病患啊，甚至有我到了台中的惠民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他不只是盲眼人，他盲眼加上智能不足的，可是有个孩子他会拉琴，你讲什么他就拉出来给你听，他拉琴，哎，老师好，这么厉害，谢谢你来惠民学校，你哪一句话给他，他就用小提琴拉出来给你听，你只要给他音乐，他就用钢琴弹出来给你听。可是呢，难道他会拉琴、会弹琴是天生的吗？不是。老师说他从屏东三地门送到这里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可是老天给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华跟天才，多少人空有才华而不自知啊。所以呢，如何去迸发自己的天才，同时看到别人的好，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认真努力的态度。所以我喜欢一句话，肯定自己，欣赏自己，还要看到别人啊。看到别人好，像林社长很认真很用心，他很专注在自己的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如何去看到别人他的好，不是看到他的坏，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更坦然更释怀，还有人际关系也会更好。对那我问一下戴老师，就说你看到很多的亲子关系那么出问题那父母跟觉得孩子们不孝顺，孩子觉得爸妈不了解我，你觉得亲子关系怎么样沟通？所以我说个比较真实的话，我儿子女儿没有叫我爸爸啊，叫戴老师，他当然不会叫戴老师。他们两个很可爱，兄妹帮我取个绰号，很甜的绰号，可是我不方便讲，太戳了。不过我儿子女儿跟我很亲。那你觉得很多父母亲子的关系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没有让孩子说话的机会吧。这样子。要制造孩子说话的机会，孩子的快乐
不快乐啊，难过，你要让他能够讲出来。表达。最重要的是要跟孩子能够谈得来，嗯，跟孩子喜欢跟你当朋友，嗯，你跟他有距离，你没有花时间在他身上，嗯，所以呢，我说过几天之后我带小孩子到美国去，因为他们成绩也很好，作文也很好，学业成绩都很不错，给他们鼓励，带他们到美国去，嗯，所以呢，多陪陪孩子啊。有时候像昨天我陪他们到台大，嗯，啊，小孩子他接棒球就很开心，哎呀，他跟爸爸一起打棒球，有时候陪他们打篮球，嗯，等等。你花多少时间给孩子，孩子对你的回应就是互相的。好，那我先来问一下，夫妻之间或是男女朋友之间，情人之间怎么样沟通？我发现啊，情人眼睛揉不下一点沙子，常常所以很好的感情一点事情就闹翻了，你要不要讲点这方面？记得不要有太多刺激的言辞了，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最甜蜜的话以及最恶毒的话都常常是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所讲的，真的是，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讲的甜言蜜语，可是生气愤怒的时候一定用杀伤力最强的字眼来伤害你，对，伤害你最爱的人，对，怪了。可是这就是一个人性，嗯，所以呢，怎么样记得当你话出去之前，愤怒是片刻的疯狂啊，嗯，怎么样用你的言辞缓一缓，缓一缓，脾气来了，福气就没有了。当你愤怒的时候，福气就跑掉了。没错，没错。所以你那个用字遣词柔软一点，和缓一点，不要那么冲，不要那么急。记得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你心情没有处理好，你的事情一定处理更糟。所以在愤怒，在说话之前，不要急着说，不要抢着说，而是要想着说，想着说，想一想，想一想。话要不要说出去，会伤到别人，不要讲。那你对男生跟女生分别有什么建议？都一样，就是多看重对方，多看到他的优点，嗯，结婚之前一定看到很多他的好，你才会娶他，才会嫁他。对啊，为什么现在一直看盯看他的缺点呢？嗯，对不对？所以想想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缺点啊，我们多么希望人家包容我们，嗯，我们多么希望别人能够容纳我们。没错，所以呢，给对方一个机会，用更温柔给他更多的一个好的态度。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问，问一下戴老师啊，你跟太太的关系，因为你就讲小孩，你讲太太啊，你跟戴师母之间，你们之间怎么沟通？其实结婚大概儿子五年级嘛，所以大概十一二年吧，几乎没有吵过架。他没有吵过架。我说真的，几乎没有吵过架。你都让他。都他让我彼此互相了。其实他念心理学社会学，他知道说其实退让很重要，每次都赢，每次都赢，每次都赢，不是真的就赢了，每次都赢是输了，你知道吗？你很棒，你很厉害，都是你对，都是你有道理， OK 我走了可以吧，嗯，反而输了，对，每次都赢，朋友就变敌人了。所以适度的输，适度的包容，适度的退让，可以让敌人变朋友，每次都赢，朋友就变敌人了，就离婚了，就吵了很多冲突了。所以呢，记得生气的时候，第一个不要下决定，在生气的时候下决定都是非理性的，没错，生气的时候不要出手，出手会让你后悔的，嗯，所以呢，记得在生气很愤怒，在说出很难听的话之前，记得缓一缓，让理性跟上来，理性是在落后在后面的，非理性是冲得比较快的，所以生气的时候缓一缓，静一静，安下心来，让理性跟上来，缓一缓再来说话。好，那我还是要问一句，你太太包容你什么一句话？啊，当然她看到我很多的辛苦了，那我也看到她其实带孩子也很辛苦，她把两个孩子带得很可爱，长得，啊，也壮壮的，跟我一样。我懂了，她